绝对权力的标志，世界上唯一的一套。这是乾隆皇帝的标志，一共有八个标志，还有六个印章和一个玉香壶。这一套是全世界上的唯一。这是一个真正的玉盆，崇拜天国，并看到了吉祥时代。因为皇帝占据了天子的位置，一定要点燃香火来接受天上的命令，一切都按照仪式完成。所有八个绝对权力牌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，六个印章也是同样重要，以及这套是全世界上唯一的一套。第一套印章的含义是，登皇位是根据天堂的顺序，并且按照清朝的规则。第二套印章的含义是，这个牌谁拥有它，它就像皇帝本人，和其他六个印章的含义将也不同。因此，任何人看过这八个绝对权力的标志，还有六个印章的人，都被认为是真实的。你是72亿人群之中的一个可以看到绝对权力的标志。当你看到时，并祈求任何好的祝福，他所有的愿望将被满足。